懒投资，国内专业的互联网理财平台，收益超银行活期数倍，已为众多用户带来丰厚收益。懒投资理财新选择，源于民族之心，兴于品质之巅，成于健康之路，有爱有缘有三元。9月25日是鲁迅134周年诞辰。历史上，鲁迅有大先生的别称，而在不久之前，一本以大先生为名的小书静悄悄地出版了。它是财新图书工作室最新推出的思想家系列丛书当中的一本，作者是文学评论家、剧作家李静。这本书收录了他在去年所创作的话剧剧本《大先生》以及其他的相关文章。这一剧本耗时6年，3亿起稿，以鲁迅为创作原型。作者没有运用常规的历史叙事，也没有世人也耳熟能详的斗士和导师的面目，而是从鲁迅的临终时刻写起，用意识流结构贯穿起他生前事后最痛苦最困惑的心结。这是一个在历史夹缝中备受煎熬的鲁迅，是一个你从未认识过的鲁迅，也是最复杂最本真的鲁迅。这一剧作一出版，就获得了2014年老舍文学奖优秀戏剧剧本奖。不久之前，李静和这一话剧的导演以及主要演员赵立新，还有著名画家、作家、文艺评论家陈丹青一起，应财新传媒之邀做客财新时间，共同探讨他们心目当中的鲁迅形象。那就从这个为什么开始写说起，就是，大概2008年的时候，林兆华导演他就说，他想给濮存昕做一个鲁迅，然后，一开始也没确定是我，就一圈有研究的、有写各种东西的人，就大家商量，然后但是最后呢，大概老林问了一圈编剧谁来写，大家就都说。算了，这个我周迅还可以，鲁迅就算了。有前辈就是这样说。那么最后就是说，那李静你给写了呗，就是很轻松的样子。当时我是一直想做创作，就是也喜欢写话剧，那么就想正好就是这是一个写作的机会。我此前是写过电视电影。写过小说，但是就是说话剧，自己也写过一些对白什么的，但是整独步的就没有写过。然后我想，终于实现写作理想的时刻到了。然后就，而且鲁迅我也挺喜欢的，但是没有很系统的看过，就是有一些喜欢的文章看一看。那正好就求知呗，就加上这是一个很好的。就是进入写作的一个机会，然后就答应了。六年前了，然后但是2009年初才觉得好像是一个正式的要写的状态，就是这个过程觉得无限拉长，然后主题越来越复杂，人物越来越繁多，然后那么最后就觉得好像老林又在那儿等着。就是时刻处在一个特别焦虑的这个状态里，然后就是说那也不知道多长时间，反正就由着我写吧，就是你就慢慢写。那么大导拿到这个本子，他前面我写过3稿，他都觉得不行，等到最后这一稿，他说行了，你别改了，可以了。那么我写完的时候，你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谁？我想的就是赵立新。我写完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就是个赵立新的戏。但是呢，
你以前看过他的戏？我看过，我他的戏我几乎在北京演的我都看了。一部武兰。对对对，嗯，他的父亲开始我就追他的戏看，就是一种直觉，就是这个人的戏就是喜欢，然后有一种和中国本土演员不一样的东西，而且就是赵立新的那个感觉是他特别复杂，就是他的那个精神的复杂性他全都在脸上写着，就是你就觉得这个角色是他就罩得住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所以写完了我想这是赵立新的戏。然后我就二月份写完，我三月份就找了赵立新给他看。所以你觉得还是能够接受有一个假定的对象然后写这个方式，你还是能其实我是能接受，但是对，比如说如果大导从一开始就说是赵立新的话，可能就心理障碍没那么多，就是可能也许会更快速的把它完成。我给立新看了，然后就是我想听听他的意见，然后他很眼睛非常毒辣的告诉我说别的都很好，就是里边缺一点鲁迅的，你是说灰色的还是杂志的，有一些杂志的东西缺一点这个东西，我记得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，然后反正又经过了一些波折，到最后我确认大导不会做这个戏了。对对对，然后那是去年年初我问赵立新有没有兴趣，他就很痛快地说可以。那就主要看着你的眼睛，没法说不可以。没有，这个我是斯特林堡的崇拜者，我正好在他的家乡瑞典演了这么多年戏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一出梦的戏剧，我不知道怎么这个戏提醒了我这个戏啊，就是梦的空间很宽广，然后在里面可以随意做，当时想鲁迅想的很少，而是想了他属于我这样的一个幻想的空间，那么我比较喜欢在云彩园里钻着想，在舞台上能够可以自由的去驰骋。后来等醒过来味儿了，其实觉得有点晚了，后悔了，因为鲁迅这个词对我来说太敏感太重了，我就是我不知道现在谁能举出来一个建国以来谁演鲁迅演得好，我听到的回答或者是有答案的好像都是否定的，就大家对谁都不满意，觉得谁都不是，谁都演得不好，谁演都会被骂，这是一定的，就中国人比较习惯从外形来判断，更多是外形，因为鲁迅给我们留的印象都是太符号了，是吧，板寸长衫不搭界，我觉得也跟我那肯定就是从外形被否认了，然后呢再加上鲁迅的这个复杂性和伟大性吧，大家觉得应该是那样，最好普通人不要随意动的，所以我很坦诚地跟他讲，后来有点后悔，就觉得说可能会趟个雷，但后来你知道就很贪，拿到一个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嘛，就很难去割舍。大先生是他们家叫出来的，因为他是哥哥，所以他们的这个二先生然后三先生是这样的，现在变成一个尊称了，好像大先生。如果在八零后的人他一看到这个本子，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是讲鲁迅，他不知道讲谁，他可能就八零后也有很多就即使知道鲁迅是谁，但是他会更距离感，对，一说演鲁迅可能会被人吓给人吓到。